歌手李玟今日传出死讯，佢姐姐李千林喺社交平台证实消息，话希望歌迷记得李玟嘅标志性笑容。消息指李玟于7月2日喺位于港岛嘅寓所轻生。最先发现嘅系李玟86岁嘅妈妈，佢立即联络另外两个女女，并致电报警。李玟由救护车送往玛丽医院抢救，一度处于昏迷状态，而至今日中午离世，令家人悲痛万分。